要先磨一磨他的性子，不急，再等两天。林小姐，你真不能进去！快，快拦住他！林小姐，冷静，冷静！ 纪灵素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答应，不将就，不可能。林小姐，我觉得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以此要挟，也并不想对你图谋不轨。你都有未婚妻了，还让我当你未婚妻，你当啥？我们一定要贴这么近说话吗？